出生台湾的国际名厨江正成，在新加坡开设了餐厅 Restaurant Andrew， 获得米其林二星肯定。但他昨日在官网发文，投下震撼弹，表示新加坡的餐厅即将转型改名，同时也婉拒米其林指南，再将他旗下包括新加坡 Restaurant Andrew 与台北 Raw 两间餐厅继续列入名单。江正成在声明中提到，他明年起将调整生活重心，希望单纯的经营 Raw 餐厅，更专注在教育与培养人才，享受做菜的乐趣，也希望将未来台湾米其林指南的机会留给 Raw 以外的餐厅。他同时提到，2018与2019年团队将会有新的计划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